大家好，我是叶家朗，最喜欢就是玩音乐的了。我跟你们讲了很多很多次，读中史不是靠死背。Hello， 郑 Sir。话晒都是我在永隆最后一次参加歌唱比赛，一句讲晒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喂，叶家朗，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跟住落嚟，我会为大家唱一首歌。呢首歌咧曾经令我跌低过，亦都令我再次翻身。希望大家中意。